叶子。这个是什么果？长得那么密，你看，超级密的。看到一只可能是在避雨的鸽子，动也不动的，还活着是吗？这尾巴怪怪的，我觉得它好像受伤了。你看，下雨了。这个是小铺，比较安静，浅浅的。边呢不是很大，但是可以直通到这个泳池，不错。前面一个小的植物喷泉。那就对了，那可以游啊，这边很方便吗？而且人比较少。就是还蛮典雅的，这样子，精致小巧典雅。我觉得感觉有点像我们那次去台中住的那个，你记得吗？去台中金星弟兄那边住的那一间，有点像，而且可是那间还比这边大，可是当然是没有游泳池啦。厕所也不大，我要住一晚了。OK 啊，有浴缸可以泡澡。温馨的哈，这里。我觉得我最喜欢就是它可以走到游泳池，然后这是我梦想的，就是。有啊，那边有一个。我们住在那个 Far East Mall 远东商务中心的 mall 旁边。哇，这个 food court 很棒，有很多不同种类的食物。我们选择了韩国料理，它旁边还有印度的、中国的、泰国的、西餐的，各式各样的。是啊，所以那个 honey citron tea citron 是橘子是吗？那个好喝。
配这个的烤栗子也很好吃。粥吗？没有。哦，再过去一点。等一下去。它有一点点像那种好像总统府那种感觉。它历史真的很悠久哎。历史悠久。从1900年就开始，所以已经有很多人在这边办婚礼啊。第一个婚礼是犹太的婚礼。很多那种古董的椅子。很像台湾那种很旧的那种历史建筑，台湾也是有这种类似这种建筑，下次带。清干净了就比较舒服。哇，现在有风了，很凉。我们那时候去奋起湖大饭店，他这个便当很贵，所以我们没有进去吃啊。他那市场上一盒真的是2-300块。